一起生活练习吧，我是莉莉。要自己下去的。对，你要遵循，你要自己调调那个辣度，还是你就选这样的？他们，你敢吃多辣？他到头栽了，他到头栽了。你看他好多泡泡走了。
救救他，他的眼睛，哎、他碰不住哎、欸，他眼睛没救了，没救了，你要救另外一个了是吗？这是熊吗？这到底什么动物啊？熊啊。你这是毛巾吗？他等一下会变成那个头发吗？看不到了，完全看不到他的脸。马欣的书看似很美，其实是坏掉的。虽然有看完，但整体的基调不是我的菜。书本的叙事风格紧扣书名，用字遣词雕琢得很美，但对观察事物的批判下得很重。那真室友的文青屋也像幻想中的自恋，难掩他的布尔乔亚未成，波西米亚则是偶尔的香氛。自恋说到底就会像极了他人，他的主人邀请你来做梦，梦到自己的人生都不西雅化了，连屋子都好像是个文青。然人需要一个租客来证明他的只是好像而已。我们打造的盛世终将像村上的另一本早期作品，1973年的弹珠玩具。那不知为何发动的重力弹珠，在跑道上以剧烈的高潮反复启动着，来来回回，钢珠终究回到原处，如同20世纪打了嗝一般。
好，用腹肌扭腰骨盆，好，腿再往前带。